第一个案子是 IoT 通路侦测的部分，这个案子是上次我忘记哪一次提供了。对，那一开始的起头就是说，哎，普利 PM2.5 的空屋检查的自救会就突然 po 出一张图，然后说，哎，你看那个放鞭炮、放烟火就空屋这么严重了。然后 A 就说，哎，底下有些讨论，然后 A 就说要嘴炮的话，当然是推出民间的物联网架构来补充车站的不足，因为我们现在环保署的车站其实数量很有限，才20个左右吧。然后那公司通就说，哦，那 IoT 侦测怎么做啊？有人挖坑吗？啊，于是我就全掉下去了。好，那这是国外已经做好的一个，这是一个$200的装置，叫做 AirCasting。那它有一些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它测不准，我们也测不准，太棒了。然后这是国外另外一个需要卖给人家的，就是有卖钱的装置，我不知道它卖多少，它是 Air Quality Egg， 然后它其实蛮厉害的，它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点，然后它可以测 NO2CO， 可是它没有测 PM2.5 聚集它，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做。我们的目标是要做的够便宜的，因为人家要买美元6000块台币，我们一定要比它更便宜，然后要够准确，可以提供一般及学术研究。那学术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像庄品杰老师他有在做扩散者。扩散的 model， 如果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只能提供一般研究、一般参考，而不能提供学术研究的品质的话，那这样对大气科学的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好，但是对环保团体可能有点意义，因为他可以拿我们的数据当做求美棍，这样。好，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画出全台湾 PM2.5 的 GCD 图。那这边是讨论，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Hackpad 上面自己看。然后这是我们的 Bond Cost 目前的零件，大概这一些。小计大概1850块不含运费，哎，总之还是要比人家便宜才行啊。对，好，那并不是说我们到这边已经做完了，因为好 ，OK， 这边是一个 prototype， 我们放在前拟参选人某人家的在台南市的家上，它大概是一个这个样子的装置，然后需要接一个小小变压器，然后这是 PM2.5 的空污侦测器的 sensor 这样子。然后它会及时透过家里面的 WiFi 上传到 GitHub。那这是我们跟环保署车站、台南车站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测的不太准，我们是黄色的线，环保署是蓝色的，对。好，那募集需要募集前端视觉化呈现，比如说像之前辐射地图的那样的人员，然后需要维修的人员略懂电子电路的，对，就是你知道像他们家因为台风的关系拿下来，然后又飘了一场雨，所以吹完了之后他资料就不会送过来了，所以他就把机器寄回我家，然后我就要帮他修一修，然后再寄回去，大概是这样的维修人员。然后我们很希望可以找得到，哦，糟糕，台风，好，没关系，我可以再下一个人，好，好像不行，好，那就这样子，好，欢迎大家来看，谢谢。好，那下一个计划是阿美阿美是目前我们做到的版权收集有这几本字典是可以用的，方明英字典，然后吴明义老师修正方明英的字典，因为方明英字典是用天主教的拼音，让吴明义老师把它都认成一般常用的人民会的拼音，然后我们从潘希光神父那边拿到了阿美语法语、法语阿美语跟阿美语汉语、汉语阿美语的字典，然后呢，蔡宗涵前立法委员才前。好，立法委员蔡宗涵博士他有自己做了一本很厚的字典，然后他愿意 CC 授权给我们大家使用这样子，耶、yeah ！好，那目前的进度是有我们套在萌点上面的 Web 版，有 Android 版，Android 版是今天要努力的目标，因为我们蔡宗涵老师，吴明义老师帮我们修正的版本还没有上，阿美语的 Android 版，然后 iOS 版，然后感谢 AU 帮我们上架这样，那。目前需要做的工作像是，蔡宗涵老师他有2000页的 PDF， 就两千页完整的字典，我们需要想办法把 PDF 的内容 extract 出来，然后变成萌点可以用的格式这样子。然后潘世光神父的字典通通在 GitHub 上面已经都扫描下来了，但是因为是法文或者是就是没有校对，然后加上印刷比较老旧一点，所以错误有点多，可能需要人工帮忙看一下，就是需要切豆腐之类的。那我们之后规划真人发音、图示化、故事采集之类的，就是远景，然后希望可以向主语老师宣传，或者是开设一些研习的课程这样。那征才需要后端的人，就是帮忙切豆腐啊，把萌点的 master branch merge 进来的人，因为大家知道萌点的开发非常的快，我们常常需要 merge 它，花很多的时间这样。
然后需要测试人员，因为问题很多，可能需要 feedback， 需要资料编辑，就是 raw data 都在 iPad 都在 GitHub 上面，对，但是需要编辑的人很多，然后需要懂得怎么 extract PDF 的人，像我不懂啊，然后前端就是我们需要有真人发音，然后同时有人可以 feedback。比如说哪个字有错误，或者是怎这个字怎么讲，那大概就是落在爱戴义一样的范畴里面。我不知道今天爱戴义会不会来提案的。对，如果说有人愿意投入爱戴义的话，我们说不定可以一鱼两吃。好，大概就这样，谢谢各位。好，谢谢 Musky。那，我想问你一下，